别动，他正在送你上路。两个眼睛布满血丝的，然后很凶很脏盯着他，很大的巨大的手一直这样。可是他旁边有一个人影非常的靠近，然后就站在床边弯着腰盯着他看，而且很像一直在吸一个什么东西的感觉，所以他一直在发抖，一直在发抖。